箴言第三十一章第十节，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我们连续几日去跟大家分享过第一个概念，就是原来珍珠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说原来是珍珠这个概念呢？因为在第三十一章第十节一开始，它开头就是 olive 咯，就是什么？就是开始咯，就是开始，就是牛啊，是并且它的价值是远胜过珍珠嘛。其实就是讲紧呢，原来当个丈夫娶个太太嚟嘅时候咧，嗰日啊，系嗰日佢已经系粒珍珠啦，明唔明啊？嗱，其实呢个喺圣经里面有冇贯彻始终咁讲咧？我相信如果用呢个字眼贯彻始终，有读过圣经，有听过我哋天马撞洞嘅时候，你就明白香港点解系东方之珠啊？系咪？点解唔系天堂嘅东方之珠啊？香港是意思就是说，原来神呢第日接这个辛苦的时候呢，接那日啊，这个由定了婚至到结婚慢慢孕育，他自己变成珍珠。所以你看到我们讲的珍珠港啊，香港是东方之珠啊，这么多这些的这么多的对比啊，这么多这些神是藉着天马座行动所讲，就是贯彻始终讲的这件事咯。就是讲的原来这个就是那个辛苦呢，他在定了婚至到他结婚这段时间，他使到自己的价值变成什么啊？变成珍珠，这个就是他自己装饰整齐预备自己，但是是内涵和他自己怎样，他的信仰。这个就是现在你会看到历史上面就是这样，神特登用这个婚姻这个对比，直接用整个婚姻设立出来的原因，就是想给我们人类知道神对人类历史是怎么看。很多人直接是很多人，就是那些衰人，那些禽兽牧师，就是于哦，你信咗主啊，而家梗系享尽世界啦，系咪吓？即系食烟饮酒讲粗口，声色犬马都做晒啦。到你上天堂，慢慢变好咯，咁样系咩？系有啲咁嘅事？边段经文讲嘅？啊，神好似你咁懵啊？你估唔系噶？你知唔知道啊？原来我哋喺呢段时间当中，由定婚嗰日咧，雅歌书咪就系讲呢样嘢。由我哋定婚嗰日咧，我哋慢慢预备好自己咧，使到我哋到结婚嗰日咧，系变成一粒珍珠啊！所以为什么第十节一开始就已经他的价值远胜珍珠是怎样放在 olive 呢？是有双重意思的，他不是单单讲着呢这个第一节这样就算了。不是啊，因为根本呢在神来讲的迎接呢，是迎接一粒珍珠，一个满有价值的辛苦上去。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不是就是香港是东方之珠啊，特登用香港小姐，将香港小姐这个的对比呢摆在英皇道九二三号，讲到信仰巅峰，又并且香港小姐永远都是常常怎样啊，是对比阿佛洛狄忒的嘛，就是被天上的众神誉为最美丽那个，并且是从一个巷好像粒珍珠咁走出来的嘛。啊，他特登去对比金星的嘛，将这个的香港小姐。就是这解，原来神的辛苦呢，就在这个地上呢，是将我们变成一粒好珠子啊。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呢，在这个压力和磨练当中呢，去雕琢自己。你知不知道而今天全部合理咯，是吗？所以因为我没有夸张，我也没有说讲一个高要求，这个根本是一个神千古以来所雕琢的辛苦的要求来的。所以变成你要看到我们讲的天马座行动为什么会这么强调这些呢？强调这些现在普遍的淫妇是不强调的东西呢，不卖恩膏啦，爱神啦，或者甚至过一个非常之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生活。因为那班淫妇会觉得哎，他耻笑你，他觉得我找到一条路可以卖淫都可以呢，有一个傻仔肯娶我，那个就是我所认识的这个基督教的神。但我想你知道真正傻的这班人，你知不知道神不是傻仔来的。神今天在圣经里面一路已经强调了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变成淫妇，一个是辛苦。但是辛苦是由订婚那天至到结婚那天，他努力使自己变成一粒珍珠的。而神回来就是接这粒珍珠嘛，是不是？而今天全部合理，人生的苦短的时间直接是不够时间给你使自己变成珍珠。明白吗？不是说还有时间去浪费的嘛，是不是？直情系冇一分钟冇一日你可以浪费，但系有人咧就教你点样浪费一生，枉费一生。而有啲人咧，直情枉费一生成为佢人生目标，系咪？大把人去卖恩膏，成为巴兰，咁呢个就系成为佢枉费一生人生嘅目标啦。咁样，所以你会睇到喺呢一度咧，点解我讲贤妇篇嘅时候，首先要起手式，你一定要唔好搞错先。如果你搞错，你觉得哦贤妇啊，咪就系牧师做嘅咯吓，
呢一啲嘅师母做噶啦，咁我哋唔系噶，咁样吓啲标准咁高，咁边个顶得顺啊？咁样嗱，我想你知道咧，呢啲说话咧，你谂都唔好谂，唔好话讲出口啊！你知唔知道啊？因为我已经咧系将预咗100倍嘅嘢去讲俾你听噶啦。其实神所俾我哋嘅祝福系非常之大，非常之丰富，但系问题唔系话冇代价，系有代价嘅。OK。而事实上你会看到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所付的代价而得来神这么大的印证，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信息在人看为高呢，因为一般人呢其实自己心里明白神的真正标准是高的。OK， 但现在其实我想你知道我已经消化这些历代以来这些关于辛苦的教导，现在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告诉你，有些牧师到入棺材那天一生都没起到个边，你知不知道就是这个边而已，第一步而已，第一步都没入门的人，是不是就是原来我们现在一生之久呢是让我们怎样啊预备整齐啦，毫无瑕疵玷污咒魂等类的病啦，去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回来啦。所以变成我们不是说想着我们将自己变成一个淫妇，神就一定要啃这段婚姻的，不是的，永远你会看到就算连主耶稣基督的妈妈玛利亚约瑟都想着休了他。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价值不是好像珍珠嘛，他不以为他是凡间人有了这个 BB 仔在肚里面嘛，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看到清楚个事实咯，是不是？所以变成原来我想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呢现在呢为什么要这样预备呢？神为什么要预备锡安呢？因为我们将会成为所有人世界上所有人的榜样，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贤妇的榜样，一个结婚之前要预备自己，在被提之前，在上天堂之前要预备好自己。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永恒里面你没得变的了。这个变，这个能够变动你的身份呢，是地上这一刻的。箴言第31:10，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望我救主眼神，愿我将光阴奉上，迈向这圣洁枯竭梦想。自定这意向，全力肩担主使命，愿无愧向主交账。随着我主忠贞，没有退让，让我主引导定方向，盼望神空气热天火红红发亮，将真理述说全港宣扬，越刚强盼望神兴起传来重重路障，为我主传扬，心志坚强，常忠心竭力尽天想。